你是来相亲的吗？对呀。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哼，我是做大工程的，道上的人都管我叫长方体混凝土瞬间移动师。我操，那是干啥的呀？就是在工地上搬一些砖儿。傻逼。媳妇儿，我渴了，给我拿杯水去。自己拿去。媳妇儿，给我拿杯水，我真渴了。你不能自己拿去，这杯我打你了。媳妇儿，干什么？你一会儿来打我的时候，给我拿杯水啊。你敲着胆，我牵着马。要饭呢，10块钱一张，给钱吗？我操，你他妈啥意思啊？我的逼吗？到了夏天，哎呀，好劲儿的，给老子跪下去！发在那儿写啥子？哎。Come on， 你站，你站来，我怕要跨越，闯荡宇宙，摆平世界。你站，你站跨越，我怕要发现。双击评论666加关注，后期节目更精。我想有钱。我想要很多钱，我想要美女，我还想大哥，我还想大哥，还想我还想大哥，大哥我还想大哥，你还想啥呀？我还想弄死你，我想弄死你，弄死你！爸爸妈妈是不是更年期呀？为什么脾气这么暴躁？不要提你的妈妈。提到我就生气，那妈妈不是信佛吗？应该心平气和，不骄不躁啊。孩子，你妈信的是斗战胜佛呀，给我打完了。哎呀，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今天咋回来这么早啊？大伙没啥事儿就早点回来了，到家里真舒服。一乐呀，是你媳妇先勾引的我呀，你脚丫太鸡巴臭了，我操，我受不了了。我们走了啊，老同学，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哎，还行吧，一年100来万呢。你怎么样？我天天就跟有钱人跟着玩，就是玩。28号你有空吗？啥？整个玉溪就是我28号活最好。大哥，这力度行吗？哎呀，儿子，妈妈问你个问题啊。1+1=2。二。嘿，拿你两块饼干。妈。啊？算错了。咋的了？1+1等于1。都给你。只要你跟我们合租，我们这里的人都是非常好相处的。你看这里的环境，大哥，今天我又把邻居的腿打断了。哎哎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哎哎哎，你个傻逼！5年前你没有瞧得起我，因为我一无所有。5年后，哎，兄弟，把他们喂交一下来。啊，行行，好了啊，几块？1块。以前5毛，哎，涨价了，快脱点的。真的没有，这逼玩意涨价，真他妈厉害。圆圆，你说你
考的什么玩意儿啊？如果你下次再考不好，回来别管我叫爸。知道了，爸爸。哎呀，回来了，圆圆。嗯。这次考咋样？哎呀，大哥还不行啊。哟，这不是丽丽吗？金哥。哎呀，咱俩从小便认识啊。我啥时候跟你从小便认识了？哎呀，不是那个小便。不是这么多年没见你大变样啊！你他妈才大变样呢！你粑粑样，粑粑样，粑粑样，傻逼！张鹏，你整天被你老婆欺负，你就不觉得羞愧吗？我是觉得很羞愧啊！你说你天天帮你老婆洗衣服，你就不觉得丢脸吗？是很丢脸。你总是被你老婆罚跪搓衣板，你觉得你还有尊严吗？能有尊严吗？你堂堂一家之主，过得这么窝囊，你说你还像个男人吗？还真他妈不像个男人。为了让你老婆变得懂事，我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帮你调教你老婆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孩子。你他妈居然要砍我，你他妈好意思吗？对不起。开始，我最冷的从现在，我往事随风一笔一笔画高峰，我一点一点在曲终，十年追逐匆匆过，十年SP6161。 这么好的视频还想看吗？百万兄弟姐妹都在关注九点搞笑，每天播放超精彩视频，加微信号 SP6161 或搜索九点搞笑，速速入伙，微信就得这么玩。